状态，所以不是用语言表达的，明白吗？如果你们几个人全都说话，那就找不到老师了，对不对？还是弟兄。那么你们做什么呢？你们做啊，按老师的要求去体会你的动作，把你的动作做得漂亮。你呀，什么叫动作漂亮啊？做的时候腰立直，腿伸直，脖子伸长，下巴扬起来，对，始终处在那种美美的感觉当中啊。什么叫美美的当中啊？这是最基本的美，端正 ，OK， 端正就是最基本的美，对，好棒，脖子伸长，再伸长一点啊，OK， 一直在晃。今天啊，所有人做这个动作，完全是因为 K 刚才没有准备好，我要重新把这个动作给整理了一下啊。好，我伸长，再伸长。如果这会儿你不舒服，你的脸痒了，不许挠；你的肚子痒了，不许挠，知道了？伸长，起来啊，都绷紧了，漂亮，宝贝们。我们自觉的进入到啊，进入到训练的状态，现在还不是表演的状态，知道吗？训练的状态，来。Thank you.
向前压腿，是北方红伸长。嗯，北方，漂亮，可以。再来三。伸长啊，长长的伸出去。
小朋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啊，膝关节的松，膝关节不能松啊。练来练去，练来练去就是练你的膝关节和控制好你的膝关节。它该弯的时候你不要弯，不该弯的时候一点点都不能弯，知道吗？美人鱼跷跷板，跷跷板腿是直的，直腿起，直腿落，哎。Where's my water bottle?
以，趴下去也可以，都行。好，这个就是你的动作啊，有控制能力。好，我们看，再来一次，准备，深呼吸，准备。用你的脚板的，是吧？脚板，这个就是脚板，看到没？
有支撑，卷腰，抬腿，高，弯，压，再复古，有确定这边画面，有吗？好。
好勇敢，宝贝。
Thank you.
反的美人鱼扑进去，然后再接一个胸腰倒立跪下腰，明白了没有？嗯，好，再来一个啊，试一下，对。可以再往后面转动。Thank you.
能力。
Thank you.
Oh, my.
Thank you.
文化怎么带到城市里头啊？对，已经30年了。回头我有话题，我带话题。啊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小冰箱，这边有一个口袋，一个小冰箱，它皮定了。Thank you.